场面贴上倩倩生日快乐，综艺天王吴宗宪对着镜头深情演唱。26号是他60岁生日，在工作中度过。你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人，不管你心当中你是否曾经那么需要被爱，但是没有人爱你是没有关系，至少你可以学会去爱人。在生日当天感性表白，让昆达 Kid 为之动容。吴宗宪60大寿，没有家人的陪伴，骑着重机热血环岛，人心系小孩。戴太阳眼镜，吴珊如坐在最左边，开心对镜头比一。第一路戏派帅气比出四，二妹 Vivian 秀出长腿比二，首度公开露面的小妹 Olivia 则俏皮比出三。四人手势跟 T 恤上面数字一致，代表家中排行。吴宗宪 po 马来西亚玩乐照，感慨说四个小孩都长大了，身为父亲的他觉得有一点年纪。看到你们六个人合照，有两个孕妇说爸爸爱你们，我就是你们的钢铁人。直到爸爸吴宗宪站在后方，吴珊如翻白眼反击，po出父女合照，笑说两人相处就像好友。感性说好快哦，居然已经60岁了，人活60年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祝福爸爸健康平安，拥有宜人美景的好心情。吴宗宪真情回应：生命就是这么可爱，有你们真好，你们就是爸爸空气一样。父女真挚情感羡煞众人。两位前世情人即将在明年陆续生产，家庭要增添新成员。吴宗宪喜悦当外公心情溢于言表。TVBS 新闻张明如、张启云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